智慧人工皮可再生，帮助伤口快愈合。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团队日前研究出一种人造材料，它像人类的皮肤有再生功能，仍让伤口自然愈合。把它切成两块，轻压后过几秒就能自动复原。研究人员指出，它可用于一只的皮肤，让一只像是真的人体般能感觉受伤时的疼痛反应，且又能自动复原，甚至还可以感应到人热的反应，连握手的压力感也能感应得到。研发人员表示，新材质成分是能传电的氢键连结塑胶分子，在加入纳米镍粉后便可导电，未来除了能用在医学上，也能用于手机等 3C 产品，这样就算手机荧幕摔裂也能自动愈合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